Hello， 大家好，有了对讲录，来打开一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嘞？哦，这次要对的是精彩539，还有大乐透，还有威力彩啦。哎，这样子放这样早了，精彩539、大乐透跟威力彩，来来来，发哥发了多少钱啊？50块的精彩539，然后大乐透是50，哇，250，所以现在目前加起来是300元，300元加上这是个威力彩200元，所以发哥一共花了新台币500元啊，没错，100，然后300，然后200，500，对，没错 ，OK， 这样子马上来对讲，要怎么对嘞？当然是打开手机的台湾彩券 APP， 呼叫对讲小帮手，然后把声音开到最大声，讲中奖才会听到声音。来，50块的彩，50块加100，没错，再对一次，100，然后200，200，400，没错，500块 ，OK， 500块的彩券本金能够赚多少钱呢？还是会做公益嘞？马上来对。来，第一注的精彩539中奖，哎，好的开始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再一次，哇，真的发哥真的很喜欢听这种音乐，虽然只有50块，还是很高兴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一开始就中了，发哥很担心说这些彩券只有这张中，来听3次确认一下啦，很重要啦，所以来50块，不错，这张中50块，接下来看第二张的大乐透中奖。你看，刚才多听是正确的，后面有没有这个音乐听就很难说了，对不对？大乐透没中，接下来看这张大乐透，这里是大乐透的200块，大乐透没中，哎，不错哦，哎，不错哎，听了2次这个音乐，来来来，今天有2张这音乐，耶，哎，这样子中了，不错不错，确认，400块，现在500块发哥已经拿回了，对吧？500块发哥已经拿回了450元了，不错不错哦。最后一张威力彩是做公益还是赚钱，就看这一张了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，200块的威力彩都是电脑快选的，马上来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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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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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欸，不错欸，100块，100块，这样子好像赚钱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没错吧，来，刚才是花了500块嘛，那500块这里就500啦，那这一张是赚50，所以发哥赚了这张第一张的539啦，赚了50块，应该说发哥这次对没错，这2张就回本了嘛，100加400就500块就回本啦，因为发哥一共花了500块嘛，然后这一张就是这张彩券50块就是赚的，所以发哥这一次呢一共花了新台币500元买了这些彩券，然后中了新台币550元，哇，所以就是赚了50块啦。其实啊，买这种彩券大家都很希望中大奖啊，但是在兑奖的时候都觉得哦能够回本啊，还是能够赚一点钱就很高兴了啦。所以发哥这次一共赚了新台币50元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